心严格，总觉得少了一些些什么，百货都涨价的这个时刻，能回家度过就已经满足了。嘿，虽然一路上长长的塞车，就当做忙碌的一方门了，想听小时候爆出的欢乐，就不晓得真复杂情感可不可。放下心中所有曲折，对家人好好笑一个，不管阿姨婶婶问我，其实在给妈妈报生日、啊、不管电话动作铃声，此刻就好好用心的陪伴久未见面的亲朋和亲友，愿意交换的少了一些些什么，百货都涨价的这个时刻，能回家度过就已经满足了。嘿，虽然一路上长长的塞车，就当做忙碌的一方满了，想听小时候抱住的欢乐，就不晓得这复杂情感敢不敢放下心中所有曲折，对家人好笑一个，不管阿姨婶婶问我，其实在给妈妈抱孙呢，不管电话传出铃声，此刻就好好用心的陪伴久未见面的亲朋和亲友，但愿意交换家就完了，放下心中所有曲折，对家人好好笑一个，不管阿姨婶婶问我，其实在给妈妈抱孙的，不管电话传出铃声，此刻就好好用心的